梁古玩房交会，中国古玩宾馆梁交流会，3到8层，进去看一看。你给那么好，你非啥东西有300的？你给那个分门别类了，300的归一堆儿。不是，这是300的，这是500的，300、500的归一堆儿，1000的归一堆儿。你来合并同类项来了，这是300的。啊，这买这花2000多呢。不是，这两个是1000的啊。对，1000，这个是1200，这个给我1000我就没卖，这直播贴20%，这要不然不提我就卖了。这你就便宜点，早的就不卖了。嗯，早的不能卖了，最少1000呢。对，我就不挣钱。这我特意赶着卖，平时卖1500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要行情好就这卖2000多。你这你咋小这样呢？你这老王，你要广告2000，给完你说你还说13。咱都不是买一回东西吧？这他妈嘴巴都裂了，还1000呢？你看那个你买过你好几回东西，你咋这么不开面呢？你说这啊，这地道都裂了，这不行。不是，便宜点。你到梁阳来了，晚上我请你喝点。我喝，我喝酒不？我心里有，但是我喝酒，你肯定喝酒。我喝能整个3斤2斤的。我操！真的？啤的哦。白的，白的能喝3斤2斤的？那咋的？一般没喝醉过，长得大的。哎呦我这，你是吹牛啊还是实事求是啊？实事求是，我还多。你不得8000，3000那么大勺。哎呦我这也够沉的。这是道光本朝的一个无双谱的，无双谱的一个小盖碗。这民国仿那个假造的，漂亮。哎，对，民国仿那个乾隆式那时候的风格。他那个乾隆有那种漂亮，画着花鸟的，是那种玉璧的。你这是喜人家喜鹊上的。嗯。嗯，对。喜鹊磨的太贵了，喜事成双，花开富贵，双喜临门，嗯，双喜临门，这民国的，嗯，对，这民国的，啊，那么大勺啊，这花的像乾隆似的啊，对，它就是仿乾隆风格的那个，对，不是，我是外，不是咱们创会时的5、6期啊，哎，这就民国的东西，你就看发色，创会时的那个胎呀，那个釉色，它怎么就不一样？创会那个青花现在都已经不一样了，它那个青。接着帮我卖不少货呀、嗯、买了一对印尺带管的，民国的，这东西没问题。在黄占刚眼玩，黄占刚是谁不知道，这玩意儿就是可以可以打开就是一个长方形干嘛的，这不印章吗？那哪写书法，最后前任嘛，前任怕盖歪了，搁这尺逼着点，你看这横平竖就是直角嘛，90度直角，嗯，所以它就能盖平，就起到这个作用。这东西拿了，盖章写小楷，张元呢？张大千的东西，张大干，张大千的印章，这不张元吗？这不张元印吗？张元印吗？大千居士呢？那天皇啊，这天皇啊、哦，那罗文你看，那罗文那天皇，嗯，罗文还得有红金格，嗯，要有家伙事儿没给我包上点儿，我给你玩，我给你扫微信，嗯，好，嗯，天津人火，天津人比较爽快，嗯。嗯，这个对呀、啊、北方人就爽快，一个同台掐丝珐琅的，一个这是小盘也行，小喜子也行，但是这玩意儿好像是一个什么器物的底下那托是不，嗯，就这样一个东西，这器型挺少见，嗯，皮样的挺好，这东西这肯定是老的，啥开门，嗯，啥开门的东西，这东西拿来。来，老板给我包起来，我给你转钱来。好的。铜胎掐丝珐琅，景泰蓝的。还大点儿。嗯，对。